下一位冯瑞恒小姐。多谢主席。多谢主席，我哋狮子山学会认为任何企业在营运有问题的时候都应该为自己负责任的。所以我哋是绝对反对政府为数码电台的失败而负责任。而狮子山学会亦都促请政府即刻将数码电台的广播牌照拿出来拍卖。不过郑经汉都不用怕。公众席的人士不要打断发言的人。不过郑经汉都不用怕，郑经汉虽然生意失败，但如果他想继续再接再厉继续搞电台的话呢都不是不得，因为好的东西就肯定有人支持的。他的股东不识货不肯注资不紧要，但我们狮子山学会相信郑经汉如果真的这么有市场的话，他一样可以再找个新的股东再将个牌买回来再搞个电台。如果郑经汉真的那么正，香港政府是真的香，而香港人民是真的需要他为人民发声的话，我们都一样可以幻想政府给郑经汉去香港电台做主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就等于香港政府干预香港电台的编辑自主，亦即是干预香港媒体的独立性。而我们都知道任何媒体或者电台无论讲的东西是啱听定是不啱听，没有了独立性就没有了它的价值，亦即是会变成政府的洗脑工具。为了保护香港人的思想独立和言论自由，香港媒体的营运一定要和政府分开。所以狮子山学会认为政府不单止不应该插手数码电台的事，更加不应该干预任何媒体的运作。主席，最后我们想用这个机会代表狮子山学会研究总监孙柏文多谢郑经汉先生在他的节目里面大力提拔。如果真的这么多人听 DBC 的话，孙柏文今次想不红都不得了。多谢主席。各位公众席的人士同埋喺呢个会议厅嘅各位朋友，唔啱听嘅嘢你都要听㗎啦，唔係啱听你先要听 ,ok? 你可以辩论可以回应，但係不能够骚扰发言嘅人讲嘢 ,ok? 一阵间郑经汉都会回应啦，稍安无躁